什么需要骑士团效劳的吗？哎呀呀，这几天酒馆里的人可以说是络绎不绝呀。有冲着酒来的，更多的还是冲着你来的。这话听着怎么那么奇怪？我还没见过那么成功的酒保体验周活动，这下声音和口碑都有了。总之干得漂亮，伙计。才几天，怎么就变成伙计了啦？我说，要不要留下来接着干？这可不行，虽然无限畅饮的诱惑力很大，但我可是答应过要陪他一直旅行下去的。啊，好吧，那就不勉强了。毕竟查尔斯也跟我说过这一点。总之，有机会的话，常来天使的馈赠坐坐，带上朋友一起。再见了，祝你们一路顺利。嗯。